2011年，电视剧《回家的诱惑》收视率拔高，饰演洪世贤的凌潇肃被大家熟知，围绕在他身上的话题在几年前也是热议不断。事业上凌潇肃沉寂多年，在最近这几年也逐渐有了起色。这几天上海国际电影节，久未露面的他随剧组特警队亮相红毯，挺拔的身高，帅气的形象，能看出他自信满满，一脸的幸福样。6月19号，就有粉丝在机场等待凌潇肃的现身，一身黑衣装打扮的他很帅气，而看到众多粉丝接机还显得有些不适应，面对粉丝拍照他还称，我都无语了，你们好骚啊，你们是真骚，手拿机票捂脸急走，十分可爱真实。网友们看完视频都称，凌潇肃紧张的肢体都僵硬了，给粉丝打招呼也用了洪世贤的大招，不得不说是位接地气的演员了。那大家喜欢这样的凌潇肃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